本次赛事有男子组及女子组各十个量级，年满35岁即可参加。竞赛分为两种，抓举及挺举。选手先进行抓举，再进行挺举，各有3次试举机会。共有3名裁判，分别以红白旗表示试举成败。2或3个红旗为失败，2或3个白旗为成功。2025双北市壮运 ，Sports Beyond Age, Life Without Limits。